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辛苦了。一件，台维维，韩红，孙楠，孙楠，亮颖，张亮颖，阿玲，坐下来，欢迎欢迎欢迎，李健老师了解，就是因为两位老师都是同年人，所以他一直刚到，就一直在讲，就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都是二十多岁。안녕하세요네어大家好就是他会唱您的歌哦告诉我这个也会不会有是不是除了我的心里还有别人太厉害감사합니다老师在韩国听到韩红老师歌以后他觉得特别特别好听他特别想见你然后终于见到你了韩国에한국말로번안을해서드라마주제곡으로꼭내가넣고싶은느낌이었다고저도잘모르신거야감사합니다정말헤이헤이헤다한국에서굉장히제가존경하는신승우선배라는가수가있는데전지현씨가주인공이었던그 I believe 아对对对南哥好像完全听懂了的我一个朋友叫申正勋申正勋哇他完全是对的音乐无国界嘛哇因为我跟南哥那会儿经常去韩国就参加中韩歌会然后汤薇薇老师就是因为他对你有印象因为我是歌手第一的时候帮忙唱的是那个他记得是一个光头老师汤薇薇老师就小欧嘛对啊他都记得那个细节经过 Americans一句话概括了眼镜就感谢一下韩哥韩哥辛苦了啊！因为整个呢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哦，我知道。什么？那就是大家一起吃火锅。过年了！大家好，我是赵子亮，我是歌手，官方指定座驾由为你而来东风本田 XRV 独家赞助，官方指定电视由电视买得好，歌就唱得好，乐视 TV 超级电视独家赞助。独家音频尽在 QQ 音乐，更多精彩视频尽在芒果 TV。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唱吧对我是歌手的大力支持。我问过来的话，应该不是一种竞争的一种方式，而是加入了更多的元素。说实话哈，我还蛮替他捏一把汗的，毕竟是韩国歌手，他在我们大众的心目当中知名度不是那么高。尽管我们不是听得很懂，但是能够感觉到他那个气势，还有他的演唱的那个他的嗓音条件，包括他的演唱技巧，我认为都是还是蛮有王者风范的。毕竟他是韩国那边是第一嘛，压力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国内的实力也很强啊。音乐是无国界的，只有大家能共同在这个小空间里面，然后爆发出来，碰撞出一个音乐的火花，我觉得是对我们观众来说，是带来一个最大的享受。会有围兜吗？没有，我们准备的是立白造业。脏了直接洗，好吧。我有点好，韩立敏，韩立。没喝冰糖，喝冰糖。今天这个节目还像个样啊！干啥呀？公布一个纪律啊，那个今天大家酒可以尽兴的喝，但是一会儿宣布成绩的时候不准打洪老师啊！哎，我们干一杯好吗？等我。鸳鸯，鸳鸯，鸳鸯。完善完善完善什么呀新年快乐红塔老师我们敬你啊完善完善这度数好高啊
应该可以。啊，可以。哎，可以放开吃了。哦。新年我们就除了说吉祥话之外，也对自己的家人和亲人啊，要有这个掏心窝子的话要讲。谁先来？我。喂喂。祝愿我妈妈跟我祖母还有外婆我家人身体健康，然后祝愿我的朋友，祝愿所有的人发自内心的快乐快乐快乐。谢谢。我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平安，然后新年一切顺利，和睦幸福快乐。谢谢。阿令。好酒量。好量。今天看完一整个表演，我只有三个字可以讲，就是我爱你们，我爱大家，我很珍惜。哎，我爱你们，四个字，对。喝醉了，完了，阿丽，完了，说醉了。我爱你们，四个字。然后我也要跟我的家人们说，我也爱你们，四个字。加油，谢谢。모두에게행복이있기를바랍니다그리고저희집에홀로계신저희노나이가드신저희어머니건강하시고요그리고모두사랑합니다好我这个也简单，就是当儿子的其实很少，可能十几年只能回去了两三次跟妈妈一块过年，但是每一次我都特别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那么我还是就过年嘛，祝全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健康开心，祝全天下的小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嗯，好，所有人，谢谢南哥。红姐，想说其实每到过年我是最难过的，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过年，但是现好很多了，因为我有他，所以我经常是跟他在一起，在他家里什么的，还有维维。同时感谢在天上我的奶奶对我的抚养，对我的教育，也感谢在天上的爸爸，很珍惜跟大家在一起的每一天每一次，也希望所有人把我当你们的家人，因为我可能只有你们啊。新年快乐，欢迎回家。该我了。祝朋友们平安喜乐。笑什么，严肃点，感觉是领导发言了，快坐好，领导发言了。是春晚最后的结束语，来鼓掌。谢谢大家。难忘今宵，难忘今宵，难忘今宵，如论天涯，海与海角。四季沐浴净水机提醒您，竞演结果马上宣布。欢迎王老师。今天是《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竞演的第一场表演，我们又一位新补入的歌手加入到比拼的行业当中来，他就是来自韩国的 The One 郑淳元，欢迎。欢迎。初来乍到，感受如何？온몸에땀이났고요그리고다리에힘이풀려서어떻게서있는지도생각하지도못할정도의정말긴장한무대였던것같습니다아这个舞台太害人了恭喜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请坐好然后在结束表演之后呢我们第一次啊这个聚在一起孙老师发起韩老师做东吃了一个开心火锅聊喝酒永远比揭晓名字来的开心对不对是对刚过完小年也进入到新年了我们也其乐融融来共享这难得的欢聚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揭晓歌手户头的排在前三位的歌手好吗好首先为大家揭晓第三名不是两个字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有人有第三名对那么第三名的歌手他就是她是一位女歌手
三个人正好三个字是三个女歌手，那么到底是张靓颖、黄丽玲还是范冰冰，还是谭维维呢？她就是谭维维。谭维维带来今天唯一的一首摇滚，对不对？嗯，是的。唱得开吗？还挺嗨的，还挺嗨的，就是有点过。摇起来了，甩起来了，甩起来了。恭喜恭喜维维，谢谢。好，接下来为大家揭晓本场歌手互投的第二名，两个字，孔雀。李健老师、韩红老师、孙楠老师。得万算几个字啊？郑纯元三个字。三个字啊。对对对。那么第二名是孙楠、李健、韩红中的一位吗？还是我们以往经常碰到的一个乱入的神秘歌手孔雀呢？第二名他就是韩红。呀、yeah.。谢谢，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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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给面子，谢谢给面子，谢谢小狼，小狼，好，这是第二名。那么接下来歌手互投众望所归的第一名，他究竟又会是谁呢？喜户合一新升级力白天然皂液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第一场竞演歌手互投第一名的歌手，他就是他是第一名的常胜得主，他就是孙楠。恭喜楠哥，喝起来，恭喜，喝起来，喝起来，我伴女，恭喜恭喜恭喜你，哇，知道今天的冠军的奖品是什么吗？状元榜，恭喜高中榜首。哪里个浪儿里个里个浪？下一个，还是状元吗？哒哒啦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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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道具老师，道具老师，还要用吗？这怎么不是不是横着横着横着？这这里这里。哎呀，这回家以后还得花钱装修一下。恭喜孙楠，高中歌手互投的状元啊！太棒了！好，这个每一次歌手互投，这是让大家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刻。好，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本场竞演的一个排名。本场竞演是我们第三轮的第一场，所以呢是一个排位赛。好消息呢就是没有人淘汰，但是也会有一些残酷，它毕竟有名次的高低。我们从前四为大家揭晓。第四名的歌手，本场竞演的第四名，有谁觉得第四名是一个好名字？五四青年，五四青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名字，中庸之道。好，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第四名，我们先为大家揭晓第三名。永远不能如我们愿。是的，本场竞演的第三名，李健，李健，我已经得过三次第三了啊！谢谢这个五百位这个评审，五百位，我说五百位，五百位，因为我刚才想钱的事儿了，就不好意思。好，恭喜百万哥，加油！百万哥，走，这个红包闹的。揭晓完第三名之后，我们还是如愿把第四名为大家揭晓吧。
本场竞演排在第四名的歌手。本场的第四名，他是一位年轻的歌手，还是一位老唱将呢？全是问句，要是知道了就不问你了。这个小五翻译起来应该很费劲吧？我不翻译了。我们有同声翻译，很先进。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呢？本场竞演的第四名，他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本场竞演的第四名，他就是阿琳。阿琳，两次第四哦，恭喜阿琳，房丽玲，阿琳加油！房丽玲，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房丽玲，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第二名。看到他的名字，我想脱口而出，但是我临时又改了主意。先为大家宣布第一名。终于宣布第一名。喜获合一新升级，力白天然造业，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第一场竞演，获得本场冠军的歌手是。冠军冠军啊，海燕啊，冠军啊，你喝的好像比我们还多一些。既然是捷报，就应该多一点悬念。他是冠军，他就是刘万郑纯元。刘万郑纯元，刘万郑纯元，刘万郑纯元，哇！一等一等一等，恭喜恭喜 ，congratulations，congratulations， 恭喜用韩语怎么说？축하합니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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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축하합니다。非常不容易啊，远道而来，一来就拿到冠军，在大家完全不熟悉他的情况之下，恭喜。有什么感言吗？사실한국에서는조금그래도음악을많이한가수인입장인데비행기를타면서정말모든옷을 벗는마음으로탔거든요신인가수의마음으로또한번정말이렇게진심이통할수있었으면좋겠다라는바람으로와서노래했는데미숙한부분이많은데도불구하고잘하라고더열심히하라는응원의행운으로이렇게1등이된게아닌가하는마음에정말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谢谢谢谢好那么现在场上还有四位歌手没有公布名字分别是张靓颖孙楠谭维维和韩红没有公布的名次是第二名第五名第六名和第七名在这几个名次有的是喜讯有的可能会让大家心里会有一些打击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愧于今天的表演无愧于这样的一个舞台接下来为大家宣布排在第六名的歌手本场竞演的第六名他是在靓颖、孙楠、维维、韩红中产生的。本场的第六名，他就是孙楠。终于破了四五这个魔咒了南哥加油但是在场的歌手最会唱歌的人把最认可的一票投给了你所以说
这个我们歌手的判断和现场观众的判断还是有些差距，这样一个比赛它就更加的显得局面的扑朔迷离。接下来没有公布的是三位女歌手，她们都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亮颖演绎了一首老歌，但是用了一种颠覆性的表演，维维带来了一股摇滚风暴，而韩红老师也带来了一个回归心灵的诚意之作《回到拉萨》，但是这个名次却出现了悬殊，分别是第二名、第五名、第七名。我们现在为大家揭晓第二名，本场竞演的第二名。她是一个川妹子，本场竞演的第二名，她是张靓颖、谭维维还是？黄老师，不要再虐我们了，要哭了，要哭了。电视前我一直看着那种心情，对不对？不是体格好，真的受不了。接下来真的会爆成绩了吧？他就是韩红。恭喜！抱上弟弟。啊！谢谢我哥。啊！谢谢妹妹。摸不了，还想抱一下。摸不了。好，接下来气氛可能有点点凝重了，那就是两位没有揭晓名次的张靓颖和谭维维，那我们为大家揭晓排在第五名的歌手，另外一位他就是本场的第七名。喜户合一新升级，力白天然造业，我是歌手第三季第三轮第一场竞演排在第五名的歌手，本场竞演的第五名，谭维维。第七名就是亮颖。第七名是我了。报了。干脆的。润豪森，加油一下。加油加油。再养活全裙子。加油。好嘞。亮颖已经是第三次第七了。三七关三七二十一，对，不关三七二十一。我相信亮颖，因为他有绝地反击的能力和机会。好吧，好，大家都继续加油，希望在下一场的表演当中拿出更加精彩、无悔的表演。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都两次第七了，还怕第三次吗？每一期不管拿什么成绩，我回去也都是绝对100%的投入去准备。其实我觉得哪一个位置都不太安全，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投票的结果。我跟你说真心话，我踢进来了我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对于名次来说，我也是希望能留下，就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结果。今天我两个第二，特别感谢这些观众朋友能够让我拿到第二名好名次，鼓励，确实是给我鼓励了。我希望能慢慢找回我自己。我更多希望通过这舞台，让人们发现一些好的作品，因为这节目的收视量、收视率和观众质量太强大了，所以我愿意让那些我喜欢的歌手、那些作者，他们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这样不后悔。对你，结果你是随波逐流，你的取悦结果最后也不怎么样的话，那你会觉得很遗憾。我是我一定要，我不管，叫一条路走到黑。처음무대인데
반응을 그렇게 해주시는 것을 느끼고 이미 어떻게 보면 제가 갚을 수 없는 은혜를 입은 거나 다를 바 없다고 생각해요. 지금 이렇게 막 뭔가를 말하고 싶은 내 마음을 어떻게든 열심히 해서 최대한 단기간 내에 중국말로 직접 말을 할 수 있게 만들어야 된다는 두 가지의 책임을 느꼈어요. 大家好，我是高桥德文，感谢湖南卫视邀请我，谢谢。哇，有我们的照片。我的皮肤。三，二，一。